会议室休息区。开始就打击了，很紧张哎。老实说，其实非常紧张啊。然后大家粉丝们，大家也都私讯说等了，保留席位真的等了很久。这个是粉丝特别做的应援小礼物，有我们两个的合照。如果你收到这么可爱的马卡，这个你会吃吗？你会怎么吃？这个不吃吗？不行啊，不吃就发霉了。放在冷冻库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都真的舍不得吃，真的太可爱了，真的太可爱了。现在的我，好像深深的沉浸在恋爱的滋味里。